新北板桥区17日发生火警，火势蔓延17户，出动大批警消救火，有路过的网友拍下消防员单手抱着婴儿，帅气救援受困民众的一幕，放上脸书我是板桥人后，引起上万人赞好，感谢这些真英雄。板桥南雅新路一间公寓传出火警，警消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后，顺利救出受困的36人，共10人送医。网友豪放圈恰巧路过附近，捕捉到打火弟兄单手抱着婴儿，头盔满是脏污痕迹的一幕。他表示真的是超感动的，比起在电视上吵吵闹闹的那群人，这才是真正为台湾为社会做事的人，向你们致敬。劫后余生的小婴儿在消防员怀中与他对望，这幕格外的动人。为了抓紧救人时机，也有警消背负沉重的全身装备，却一肩扛起老妇，身姿超级帅气。对于这些警消英勇的身影，网友也回应请务必提高消防队的救援装备，不要整天蓝绿斗争，头盔上的脏污是救援英雄们荣耀的徽章，辛苦了，帅爆了，真男人贴个感谢伟大的你们，救人离灾是件多么荣耀又让人感动的事情，这场救援真的很成功，波浪号波浪号，所有人员都用命在拼，警消人员的辛苦真的是无法计量的，这些温情的照片又再一次让我们体认到他们的伟大，向英勇的警消人员致敬。